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又嚟到我哋 Gem Music 嘅访问各行各业嘅环节啦。咁咧今日咧请到啊李海权师傅咧嚟做我哋嘅嘉宾。咁李师傅啊，有师傅两个字咧，有好多行业噶。咁等佢自己介绍下佢系咩行业啦。OK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多谢 Gem Music 俾个时间我分享嗱。咁我主力咧係啲咩咧？咁主力咧就係、是一般香港人或者甚至乎世界各地咧，亦都會有啲叫做所謂痛症嘅問題啦。哇！痛症真係好普遍啊！好多種好普遍啦。係啊係啊。痛症嚟講咧，我攞個常態啦，肩周炎啊，或者膝關節啊，膝關節啊，咁啊，一般嚟講睇物理治療啦，係係係，啊或者針灸啦，係係係，啊推拿啦，係係係，whatever 或者揾醫生啊，總之我淨係知照 X 光，跟住就唔知做啲咩啦，睇啲乜嘢，個主因係咩啦，或者食止痛藥咁樣。咁而我今日兼 music 俾個時間我啦，其實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個。是問題是什麼呢？就是我不找其他人，我不可以幫到自己呢？即是不找醫生啊，又不找推拿師啊，哦，當然嚴重的要找下醫生啦，哈哈哈哈，那即意思說有些小毛病 啊小小，其實大病都是由小毛病積壓積壓積出嚟噶嘛，係咪？可能咁啱嗰日瞓禮頸啊，咁係啦係啦，咁瞓禮頸啊，或者點算啊？呢個好好嘅例子啦，咁樣。咁我可唔可以？咦，問醫生而可以自己解決到，我就可以幫到你。哦，真嘅。OK， 我可以幫到你，我係幫你點樣令到你自己懂得調理自己。咁呢個係網上面好多節目都話，哎，我識得幫你調理，要叫你飲咩湯食品啊，乜乜乜啊，飲咩食咁樣。咁如果我即時解決，咁點咧？有啲咩嘢可以解決咧？係，我只有一個方法，係針對性穴位。哦，但我唔係用我嘅手同你去針對，即係你唔會，你唔會掂我嘅，唔會掂。即係你知女仔好敏感嘅，我只係用一個模式。教咗你自己點樣做，哦，解決到啲問題。咦，咁呢個方法咧，好適合咧，有啲咧女士咧話自己咧咩，哇，你唔好掂我啊，你嗨親我都瘀啊，咁嗰啲女士。係啊，冇錯，你講得啱。咁可以自己學下點樣去，冇錯啦，治療啦，少少保健，保健為主啦，係保健為主啦。我本身個痛症啲出現咗已經好長期嘅痛症。係咯。咁我又唔想俾，即係我好怕俾人哋即係攣呢樣攣嗰樣。同埋有陣時咧，係有種氣餒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翻緊工嘅，睇醫生時間又要七點之前喎，咁又要抽時間去睇醫生啊，仲要長期咁啊，一個禮拜要睇幾次啊？所以我提及到一樣嘢就係健康自治。哦，邊個自咧？健康自治，自己從自己治療。咁啊，呢個概念都幾好喎，幾生命㗎，李師傅，幾生命。係咯，咁有冇邊幾一啲病咧？有邊幾種病你覺得係可以做到呢件事？哦，或者講痛症啦嚇，肩周炎係啊，話梳頭都唔得嘅肩周炎。哦，肩周炎啊。我諗Gem Music啲觀眾啦，唔多，即係我唔敢講話多與唔多，一兩個都會有啩。系，咁但系话，唔系咁你坐写字楼嗰啲啊，一星期里面，系一星期嘅，系，解决到嘅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系啊，你好似正话讲个例子俾我，就话有个五年已经受咗肩周炎困扰五年嘅，困扰五年女士，系啦，喺一个星期完全断尾，佢都觉得好厉害。咁應該會好多謝你嘅，因為咧痛症咧咁樣糾纏咁多年都好慘啊。講緣分啦，講緣分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我今日即係大膽啦，咁啊兼 music 邀請我分享下咧，我都覺得呢一樣嘢多啲人認識會好啲嘅。咁一定係啦，即係對自己身體健康好啲，同埋即係你即係都係一種知識嚟嘅，即係你可能有小痛小病嘅時候，你唔使話下下都唔知點處理啊，咁樣跟住就搞搞下變咗大病。
系啊，咁啊，咁我哋都好开心啊！李师傅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呢样嘢啦。咁你系咪会迟啲啊？即系揾我哋啊，喺我哋度呢个平台度咧教下大家啊？会，系咪啊？梗系啦，其实就系、是、我系希即即其实主打啦，简单啲讲句就系话，令到你个人为自己健康嘅要求。每一個 point， 譬如我頭痛嘅，我有呢個課程；腰痛嘅，有呢個解決佢哋嘅課，即係嘅課程。總言之，任何你諗得到嘅課程，你可以同嬌嬌成提，即係有啲咩有啲咩嘅動機，你想知嘅，係你想知嘅，就微信俾嬌嬌成啦。嗱，咁大家聽到啦，一啲即係有關嘅。過程俾你哋認識，係啦，嗱，我哋睇你哋反應嘅咋嗱，咁嗱，你反應到話俾我聽，誒、欸，我想知關於我坐骨神經咁樣，或者我想關於肩周炎咁樣，或者頭痛咁樣啊，咁我哋聽下綜合下大家最想知嘅課程。是邊類啊？邊種痛症啊？咁樣我哋先慢慢開班啊！咁啊，咁啊，睇下你哋啦，嗱，你哋真係就有需要咧，就記住留言俾我哋知啦。咁啊，今日真係多謝曬啊，李師傅。冇係啊，你介紹咗一個健康係第一位。係咯，介紹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健康第一位，健康自己自理。冇錯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希望咧呢個 concept 都令到大家有。對自己身體留意多啲，大家都身體健康啦。好，咁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